推荐我买这个，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以前像以前这样玩，以前玩的时候是买这个的。我不懂为什么还叫硬要改呢，我没有想过。掉的英雄也是蛮不错的哦，哇，他妈的！What the fuck? 好厉害！我已经被打成狗了。
最棒 Q 啊！哎，别聊了，你们不用赢了这盘。哦呦，11秒的到了 ，nice， good job。
来来来来来，哎呀，他妈蛋的，还好没有头衔呢，头衔就真的是输了。我的输出力 ，Q 那个输出力超痛，那个好运气的输出力。他的那个雷击哇，砰砰砰砰砰砰砰，哇，真是开心死啊！太强了！是我第一次用拿硕士打到最厉害的东西。哦，这么为什么还是输？爆箱。哦，I take the 拿硕。加，哇哇，再来一个，哇哦，我拿到拿硕士加，太棒了，这个就是我 PT 三，我的啊对，我 PT 三过后最不错的成绩，满装，18武神。